来，跟着我们一分钟，带你探索 Permas Jaya 的美食。早餐就要吃大上海点心，来上一份修埋哈搞，还有皮薄馅多的小笼包，好满足哦。中午来到三人行食堂，一定要来碗自制叉烧豚骨拉面，先喝一口浓郁的汤，再配上肥瘦适中的叉烧，简直爱了。爱吃麻辣香锅的你，来鼎明香就对了，多种食材让你随心任夹，四川炭烧铜锅鸡越吃越上瘾。안녕하세요，韩国的国民美食烤肉油是肉食控的最爱，满满一桌美食等你来。想要打卡就来双板，充满氛围感的餐厅适合放工后来小酌一杯。我有 cocktail， 你有故事吗？宵夜当然要吃肉肉啊，一字排开的肉肉，想吃什么拿就对了。一边吃着烤鱼，一边和朋友吹水，这样才是生活嘛。那那那，别说我们保旧了哟，赶快收藏，点击 like and share， go go go！